呢宗嘅案件咧，係牽涉可能係由呢個家庭一啲嘅事件而引起嘅。而喺現場嘅大廳咧，我哋都發現有一把類似軍刀，啊，全長咧係大約35厘米長嘅。而呢一把軍刀咧，亦都有大量嘅血跡。咁去到而家現時為止，我哋相信咧，呢個就係呢間案件裏面嘅兇器。我哋初步嘅調查咧，呢個兒子咧，我哋有理由相信咧，亦都已經係離咗婚嘅啦。咁啊，同時間咧，啊，亦都冇一啲嘅案底嘅。歡迎收睇東網點評，我係麗絲。白俄斯總統盧卡申科五度連任，觸發的大規模抗議示威活動持續。有報道指，同中國有密切聯繫的當地大企業宣布罷工，亦都開始有當地高級官員公開表態支持示威活動。各界關注盧卡申科仲能夠撐幾耐，他的執政基礎究竟有幾穩固呢？一起聽聽評論的分析。美国之音报道，包括著名的明斯克拖拉机厂、白罗斯重型卡车制造厂等等大型企业早前都先后宣布罢工。世界钾肥市场主要生产商之一的白罗斯钾肥厂亦都宣布开始罢工。这间工厂的工人日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份声明，当中包括要求卢卡申科立即下台。白罗斯钾肥厂和中国关系非常密切，双方不但有合作项目，中国亦都是白罗斯钾肥的重要出口市场之一。分析认为，全国大罢工可能会进一步撼动执政26年的卢卡申科政权。白罗斯没有好像其他前苏联地区国家咁实行大规模私有化，苏联模式和国家控制的大型工厂企业在白罗斯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扮演关键角色。这些大型企业和工厂的员工过去一直是卢卡申科的基本支持者之一。分析又指出，卢卡申科的其他支持基础亦都开始出现松动的迹象。有报道指，白罗斯国家电视台的新闻工作者要求真实报道日前在白罗斯所发生的事情，否则他们亦都将会开始罢工。至于卢卡申科的亲信入面，亦都开始有人企出来表态，同他划清界线，好可能是白罗斯政局的一个转捩点。文章有引述分析人士指，白罗斯经济状况差，卢卡申科应该为此负责。政权显然正是丧失支持，所以现在唯一支持他的军方和秘密警察是维持卢卡申科执政的关键。好了，节目时间来到这里，多谢收看。